又来了，对吧？代表我们队 PK 一下，那边有伊丽静老师和王冕，对吧？伊丽静老师专业记者，做节目到处问问题，你也知道对吧？他做那个节目都不应该叫立场，应该叫伊丽静淘气三千问。而且他问那些问题都很淘气，对吧？问杨幂说：“你想过退出娱乐圈吗？”问陈楚生说：“我觉得你不适合做明星，专业性不高，侮辱性极强。”这种问题其实我们也能问，只是我们有教养，对吧？还有人说的，这也太捧场了。PK 嘛，对不对？一V一V一嘛。还有人说他情商低，这个我要替他解释一下，对吧？他不是情商低，他只是勇猛。毕竟易老师能有什么坏心眼？所以说易老师别比了，对吧？知识分子在这受挤兑干嘛呢？真的是。哎，王冕其实没什么好说，对吧？最近导游干挺好，对吧？其实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导游说不上几句话的，你说。不说王冕，不说王冕，我们今天说说许志远老师吧。没想到吧？好吧。想不到还会中枪，太可怕了。不是许志远老师，不是因为他之前赢了我们队长，我是真有恨，我是真有恨。他在录节目，他给我们提出了一堆不许吐槽他的点，就这个不让提，那个不让提，还想让我们夸他们有文化。许老师，我是看着你的书长大的。你可能忘了，但我依然还记着你曾经一直提的那句话：若批评不自由，则赞美无意义。还是不能留下文化的轨迹。其实啊，我要是徐志远老师，我就不来这吐槽大会，对吧？这都是粗鄙的大众文化，我一文化人来赚这钱，多丢人啊！而且我既然来赚钱了，我就好好赚嘛，对吧？你又想赚钱，又怕人说，这不是又当又立吗？太可了，太可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拿人钱财就好好干活，对吧？我要是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，那我这些年读的这么多书不都白读了吗？哎，不说了，对吧？我这真心的，我就是看到我曾经喜欢的知识分子变成这样，我心里难受。我没有恶意，对吧？你毕竟古话说得好，对吧？我宁可得罪君子，也不敢得罪徐老师。最后呢，再拉拉票，对吧？大家投给我们吧，对吧？你们就让有这些知识分子的队伍就早点回去得了，别再折磨知识分子了。就是他们有今天，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脱离不了干系，对吧？投我们吧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霍兰，谢谢。劲儿够大，有这么大劲儿？马上让我们掌声欢迎伊丽静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火上浇油队的伊丽静。他们两个队派了专业的脱口秀演员，而我们队就派了一个人物访谈记者。我也不会拉票啊，我只会问问题，就看我能不能问死他们了。霍兰，王冕拿冠军你服吗？你不服，但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今天再给你个机会打败王冕，你要吗？你要，可是哪有这样的机会啊？
王冕，你觉得冠军拿得实至名归吗？你要不要再上来证明自己一次呢？你不要，因为你证明不了。我们这个环节是吐槽别人对夸自己对，但我们这个队有什么值得夸的呢？就是自己人也不放过。我们队有四个脱口秀演员，没有一个上来拉票的。你们是怕输给呼兰和王冕丢人吗？整队淘汰就不丢人了吗？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好好好。还有李诞，你还来补刀我，就因为我当年没有跟你打招呼，你就记了我十年，我在你心里住了十年。李诞，为什么有现在这个环节？是因为你们队的分是最低的，对吗？还是因为老板掌握了绝对的权力？你们难道不想看李诞不得不复活自己的尴尬时刻吗？这人好敢撑哦！长大，好牛啊！我觉得比前面这个都全都好，全都好。那不得先把他淘汰吗？好吧，我也不多说了。最后再问一个，你们知道淘汰我们队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吗？李雪琴会离开，王建国也会随他而去。你们最大的快乐不就是磕 CP 吗？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，只要我们火上浇油队留下，建国和雪琴今天就会原地留下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火上浇油队的易立竞。加油加油，王冕，看着吧，这个太狠了，我们对不上了。还好我们四个没有上去丢人。是，哎呦，我们带队没有上去。来，最后一位选手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防不胜防队的王冕。也有用乐器很难赢，可以乐器也接不住的时候，强大队的不想鼓掌。嗨，大家好，王冕。呀！哎，报应啊！也有我接不住那一天，这太狠了！我根本没有想怎么吐槽别人，我只想怎么拉票了。算了，咱们直接来吧。朋友们，我知道你们现在肯定很纠结，对不对？每个队都有自己喜欢的演员，很害怕他们走了之后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。不用害怕，把票投给我们队，你喜欢谁我跟你演不就完了吗？不
冲的风格实在让你很难去取舍，投给我们准没错，其他的就交给我。你喜欢胡兰，不是非要把他留下来，就算他被淘汰，只要有我在。不就这么演吗？下这么跟你演呗，投票啊投票啊。你喜欢易立竞，不是非要把他留下来，你喜欢提问的风格，我也能来。你们真的喜欢我吗？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你男朋友知道吗？你喜欢大张伟，我也能说话特别快，让你听不清楚，反应不过来。大张伟，你们说对不对？胡兰我说快吗？啊，刚才是有人叫我吗？行不行？算了，都圆规着转。你喜欢我们队的杨安利，那你投票啊。就算你喜欢的人我们没请来，只要有我在，他也能在这个舞台来。哎，你们喜欢沈腾吗？喜欢。哎呀妈呀，那你没请我呀。那给王冕投吧。你投票啊。刚才易立竞老师还说什么，说他们走了之后雪国列车就看不到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么旧的 CP 你们看到干嘛？你们不想看点新的吗？杨丽，你快下来吧！你为了赢，脸都不要了。快下来！总之，我们队很期待收获大家的爱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王姐。那攻击性太强，就跟你的攻击性不强似的。稍安勿躁，都很棒，都很精彩，三个都很好，三个都很好。